最后倒上去，除了可以养鱼之外，可以看它的色。如果你用那个陶器养，看它现在都收干了，嗯，差不多了。然后因为我这个地很好吃，就可以倒出来。那、啊、你要是第一泡、第二泡，你想要让它马上有味道，你就可以收干再用。嗯，对，或者是你自己的时候量习惯放少一点，那你就可以用这个下去判断，我到什么时候该倒茶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おいしい。我们等下喝一下高山茶。好。でしょ、だから、そうそう、俺も絶対ここと。股間とか入りにくいじゃん。マジで。台湾的乌龙茶，只要是海拔1000以上的，高山的多高山的豆腐？最高的山是大屿，2300公尺。嗯，我说的是有采茶的啦。那、台湾最高山当然有超过3000的，这个是产区，乌龙茶的产区。然后为什么越高山的茶现在比较多乌龙茶？因为它的味道比较温柔，然后茶味又很重。像你现在喝的这个重点啊，其实喝起来就是一个好喝的茶。但是你等下再喝试试看那个高山的，它的茶叶。你是东山？这个是高山。高山。哦，这比较不好。看来出来差别。那味道应该。味道不一样，它比较偏向绿茶的感觉。嗯。坚持一点。大学那个研究所的时候是。那你是拍什么？就也是算是拍日常生活啊，还有一些分享台日差异、台里的差异，对，不同地方，对。但你们拍都是用什么拍？我用手机拍的。但这是蛮厉害的一个，比较专业的。那它这个叫器材叫什么名字 ？DJI 的那个是什么？好像是 GoPro 一样，那是。这个可以，你要给我看哦。有，所以他现在就在录了。对，已经开始录，开始。哎呦，哇塞，他会自动，他自动的就是，哦，认得出来是谁。我要倒茶了，等一下。很有汤，那、你们该不会等一下要去隔壁？今天隔壁没开啊？啊，对，今天没开，今天休息。对。然后，对对对，然后像今年的那个茶一进来了，就是非常多。嗯、然后它会慢慢活化，完之后就是放，然后这个就是放越久越好。嗯。他们家以前一直都是卖这个，后来COVID-19之后啊。COVID-19 这三年，我妈妈他们就整理一批15年的老茶了，所以后来又有卖15年。卖15年？对，它、这个是5年的，其实它的功效都一模一样，但是就是口味啦，就像普洱一样，口味也是。もしね、うん、いいと思う。ビビっと俺も、ちょっとローサンファールを脅かしてくる。所以就放在那个黑色的那个，对，就到这，把这个删掉。原来。然后那个，因为这里放高茶，然后再说。对，然后它这个温度因为用奶瓶的材质，所以可以到130度，所以你可以装热水。然后它还有一个贴心的设计，你要装100度的热水的话，这边你可以打开。拿出空气都可以做水蒸气。いやでも今後もね、今後も本当客になろう。なんなら。
そう、それは思った。それはもう、茶器も欲しいよね。こっち買いたいよね。1600の半分なんで800で、これで800、これが一番今、今日買った高いやつ。一番美味しかった。美味しかったね。これ一番美味しい。あ、そうなんだ。あ、先生。いや。まだ絶対これ。はい、一品から。这个就是打开之后。うん。那这个要在中间。嗯。两罐。对。谢谢。